海鸥将是永远的神。 Nice， 直接拿下了中路的棋子。哦，那剩下的还不是小菜一碟？确实是不够塞牙缝的。不过老大，怎么还不放橄榄的大招啊？老巫婆都要电死他了。我在下一盘棋，一盘很大的棋。哪里？老大，你又在整什么幺蛾子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Nice， 成功保住南瓜巫师。南瓜巫师有什么用啊？俗话说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。今天我就要看看哪些僵尸是他套不住的。首先是小鬼僵尸，老大这海鸥僵尸好像套不住，死神僵尸，死神僵尸也是，橄榄那就不用说了，酒壶，老大别挣扎了，时间到了。不过这是向日葵，为什么我会损失向日葵呀？为什么呀？我早知道。